各位啊，邊個聲之後就開始啦喎！我嚟吹。你啊！哇！一出場嘅時候咧，喂，着翻件西裝。早咗兩步，騎士瞓低咗啊！喂，着翻件西裝，嬲先啦，我哋要坐右平身。咁好嘅陽光，咁靚嘅草地，第一屆 pat pat 運動會齊人就高啦！今次呢個賽事咧，外圍嘅賠率咧都去到1.1咁熱噶啦，咁誇張！你哋點睇咧？冇意見，平常心，平常心，平係啦。你覺得可唔可以啊？可以，專長叻唔叻？專長叻。 咁我哋陣間就睇下詹姐究竟能唔能夠發揮到預期嘅發揮啦。即係話我哋訪問咧一家非常之正面嘅家庭啦。你哋有冇信心咧？你睇我哋大家姐就知啦，好明顯就係啦啦隊嘅隊長咯。你有信心嘅欣欣？有有點解咧？因為有就有，好夠簡潔。 嗱，你哋呢队组合咧，可以用人海战术咧去增强自己胜利率。对于今次呢个赛事，有冇信心咧？有。有信心，你哋。人海又个最强队友喎。精弱。谂住点样KO佢啊？人海自然术咯。人妖自然术。但系赢嗰个只能得一个，你哋觉得系边个赢咧？爸爸。你都觉得爸爸几赢？妈咪咧？妈咪你觉得系边个？细路 B。 全香港、全世界家庭觀眾，你哋好，歡迎大家收睇 Feel TV 第一屆加多咗個 pat 運動會。首先出場嘅係以人數壓制全場嘅 Abby 同埋 Alvin 一家啦。咁我哋咧分別有3個小朋友同埋3隻小狗噶。跟住出場咧就係同佢哋狗一樣咁 Q 嘅騎士一家同埋小 Q。好嘢！好嘢！名咧要改得好係好重要噶，就好似接落嚟呢一家咁。 我哋有请大家姐同欣欣，耶！耶！最后出场咧就系将全场平均年龄啊拉得要好几岁嘅，比尼一家四口同埋詹姐，耶！今日嘅大热门詹姐，睇睇先，出面嘅赔率咧已经升到由1.1升到1.08啦，唔好俾压力其他参赛者嚟，系千祈唔好啊！ 今日嘅pat pat运动会将会有2round嘅计分赛事，累积分数最高嗰队就系今日嘅赢家啦。嗱，首先进行嘅会系人狗来回跑，玩法系主人带住狗狗响赛道来回一次，最快嗰队7分，第二5分，第三名2分，第四名1分，包尾冇分。pat pat 运动会揭幕战正式开始。咁呢个时候，我哋为大家介绍下呢5队参赛者先，分别有第一队嘅参赛者系骑士同小 Q 嘅。 第二條拎嘅就係欣欣同埋大家姐啦，快啲回應下你嘅粉絲。第三條拎嘅就係 Bianna 同埋 Ginger 啊。第四條拎就係 Abby 同埋 BB。而最後一條拎嘅 Alvin 同埋 Baba。同埋我哋見到嗰邊係有一班屯門區嘅打氣團㗎。係啊。至於 A 區，發售各位啦嚇，邊一聲之後就開始啦喎。我嚟吹。 出場嘅時候咧，喂，着翻件西裝。早咗2步，騎士瞓低咗啊！喂，着翻件西裝，嬲先啦，我哋要坐右平身。歡迎大家收睇 Feel TV 第一屆加多咗個 pat 運動會。你個運動會3個字概括，好狗。哇，犀利喎 ！Good boy， 專長有啲傲氣啊，可以讓賽。亂，我好驚只狗走咗，我唔知點算。 比較自由奔放，好攰啊！為你重情牽加多咗個 pat， 今晚10點半 ，Feel TV。